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我来自越南。就是上次小秋发的工资嘛，那些剩下今天小秋要叫老公带来街上去银行把它全部取出来，然后拿回去存。在手机的话等一下用着用就把它用完了。老公走，你带我去取钱出来，因为那个我又看不懂。教了你这么多次还不懂啊？你认为中国的中文那么好学啊？那走吧，走。老公，快点过来！今天就让我老公拿后镜头给你们看了，我不方便拿手机。在这个吧，银行卡拿给我。银行卡不是在你身上吗？嗯，没有。哦，在我这里。什么时候都想偷我的银行卡？这要这样子放吗？放反啦。这样子。哎。这银行不好学呀。好嘞，按哪个？那黄色那里。就这个吗？嗯。再按一次。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。然后密码。密码。嗯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稍等。再按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这么聪明啊，今天。然后要取多少？我这里面有跟以前加起来的话有2000多，我只取上次就好，我把上次取出来存起来，那个的话就把它在里面吧那你在下面按就好了。这个不是这个下面，你刚才按这里、这个、不是是这个再按这里，下面这里按什么密码吗？不是按密码了，按那个。你要拿多少？这个。哎。这个是不是500以上还是1000？多少都可以取，100-200也可以取。那我要个，这是500对吧？我看一下。是。然后。取的这个吗？哎哎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稍后。你听钱的声音啊。哇，好爽啊，人民币的声音一听就感觉喜欢。请收取您的现金。多少呢？外国人想拿到这个人民币都没机会，跟你说我最幸福了。哎，我要怎么拿我卡？这个吗？是请收好您的卡片。哇，可以来了。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好的，自从我来到中国，我才知道一部手机就可以挣轻轻松松的挣钱，好好拍个视频发上去就有收入了，太幸福了。现在小秋已经取了钱出来，有500，现在小秋就去给自己买一点好吃，然后顺便也带老公去买一点好吃的，因为每次我老公呢，他发工资，他也带我去买好吃的，也带我去买我喜欢的。我同样要对我老公好，男人也需要哄，也需要像我们女人一样，有就是人关心，这样子他们才会幸福，这样子夫妻的时间才会好。好，你听我跟你说哈。我想体验一下做女人是什么感觉。可以，那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买衣服啊？我要买衣服，我要买鞋，我要做头发，做发型。就这个钱太少了，到时候老婆发多一点再给你体验好不好？逗你玩的，哎呀，你真的是。去随便买点吃的，你去买件衣服就回家了。可以，那现在我就带你去吃一点东西哈。走，现在就去吃东西。可以，你要吃什么老婆包了。那走吧。走。他就舍不得把我那个钱花了嘛，他说来吃一碗肉粉就好啦。肉末粉。你那个钱又不是很多，你自己留着存起来，到过年还有一点红包拿给爸妈。我这不要，然后只要一碗粉就够了，能吃饱就行了嘛，不用那么吃香的喝辣的。像他们一拿到钱就吃那个吃那个，那没钱的时候怎么办是吧？
我老公很好。现在我们要吃东西了，吃好东西就要带孩子回家去了。在街上的话，跑过去跑过来也不方便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祝大家每天开心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拜拜。